应对三十年来的音乐事务当中，阮对上帝遐领受满满的恩典。若是无师中一个侪侪兄弟，甲阮祈祷支持甲鼓励，今仔日阮无可能徛伫遮甲大家分享阮伫服侍中的欢喜甲稳定。伫遮尼久的服侍当中，阮毋是每一场的服侍拢是遮尼圆满甲顺利。阮有时也会拄着困难、阻挡，甚至是分裂，亲像火入的花去共款。但是阮真感谢上帝，伊用疼激励阮每一个人。伊搁一摆点到阮生命中去拍疼的火。伫阮的遮尼久的侍奉当中，阮有一个时间是真特别，就是伫个台大医院有一个爱心晚会，阮一个月有一遍伫遐用诗歌甲见证，甲遐的病人甲家属来分享，并且听因的心声为因祈祷。阮常常伫台下看到有人听着诗歌流着目屎，阮的心内真感动，因为阮知这是上帝所赐福音的真迹，特别是伫软弱人的中间。伫十八年前，阮受到阮姊妹的鼓励，阮将阮的感动写作诗歌，由姊妹来谱曲。阮用无同款的服侍方式来传主的福音。阮也真欢喜，三十年来，阮犹原搁伫个福音即个时间当中，成做一份子。当上帝稳定遮尔满、遮尔甜的时，阮搁一摆要来思考，问阮家己讲：主啊，阮会当为你做啥物？阮会当为阮身边的人做啥物？阮是毋是有活出基督的芳味？用基督的疼来关怀别人。当上帝稳定遮尔满、遮尔甜的时，阮要回应上帝讲：主啊，阮搁较要谦卑，阮家己将阮家己献上，予主你来使用，谦卑献上。
被献上。